个人去游乐园。你为什么会一个人去游乐园？其实我觉得你的生活还蛮圆满的啊。就是我跟家人一起去日本旅游，然后那时候因为反正就是我姐突然要去什么的，所以行程上我们没有规划好，所以我那时候就自己去了环球影城的一个游乐设施，叫做飞天翼龙，蛮多，就是里面最可怕的。然后那时候是 Halloween， 就是环球影城最热闹的一个活动，他们都是要嘛就是一整群朋友一起打扮，然后是情侣打扮成一对，好可怜，全部都是成双成对，然后只有我一个人还排那个 single 通道，因为他们有 for 一个人的通道，就比较快。然后在排的时候真的越排越孤单，因为旁边就是大家这样子，对，然后扮成僵尸啊，扮成什么威力在哪里啊，扮成什么那种鬼娃娃，然后只有我一个人就穿着外套，然后背相机背爆米花筒抱一个娃娃这样。你做完那个游乐设施你有哭吗？没有，我其实做之前很想哭，因为我做之前因为原本我很兴奋，想说我要一个人挑战，然后我还自拍，后来发现太尴尬了，因为全部人都是一组一组，还有人背景后面都情侣，对，还有人会说、啊、就是你需不需要帮忙帮你拍，我说没关系没关系。哦天哪，这完全是本嘎眼一个人去日本的感觉。对，然后坐上去的时候那个东西这样降下来，然后整个椅子往下的时候大家都开始尖叫啊，然后旁边的朋友就开始牵着手，你还抓不到人，然后我就这样抓不到，我自己坐在最旁边，因为他们是刚好是三个人一组，所以才会安排到我跟他们一起坐、嗯、我坐在最旁边，然后他们就手牵起来，然后转过来看我这样啊！我真的好孤单、哦。你有时候去游乐园，你就是要可能看到朋友的糗态啊，或者互相怎么。有时候你这样叫的时候，你会觉得你要叫给谁听？你连糗态都没有人看。对啊，都没有人在意你到底叫不叫。然后我就自己这样啊，好像也没那么可怕。对啊。那大赫雷，你的极限到哪里？我的极限大概是一个人算是搬家吗？不算。可是我有一个人就是，把东西放到新家之后，就一个人整理那个新家这样子。然后我觉得整理的过程其实蛮痛苦的，就是啊，靠，这是前任的东西哦，这是谁的？你在整理过程当中就觉得说算了，不想碰，因为每碰个东西回忆就跑出来。你说到前任，断舍离，你会把前任的东西留在家里吗？你比较没有这个问题啦，我们直接问他。我会自己回答。为什么要留下来？会其实有些东西它就是你的啊，例如说不一定是他送我，可能就是我自己买，可是这东西跟他有一些关联，可能有一些回忆在里面，我还是会留吧，因为我觉得那是很，因为至少毕竟是花钱买的。